大家好，现在我给大家介绍这款9323瑞士军刀多功能电脑包。这款电脑包包的材质是 1680D 弹道尼龙面料，防磨、防泼水。这款电脑包的拉链是寻拼拉链，声音非常清脆。现在给大家介绍这款电脑包的第一层功能层，可以放置随身携带的一些小物品，例如香烟、纸巾、证件、笔，还有一些小的卡夹。这里还有一个可拆卸的钥匙扣。第二层是这款电脑包容量最大的一层，可以放置3到4天的夏天衣物，大家出差旅行的时候也方便使用。这里是有一个 MP3 的声道带，可以把 MP3、MP4 放在这边，然后通过对应的耳机孔，这样使大家在出行的过程中也可以听到美妙的音乐。第三层，电脑层，是用加厚的珍珠棉面料，这里是魔术贴。这是一款14寸的笔记本电脑，放进去之后还有很多的空间。这款电脑包最大可以放下15.6寸的笔记本，底下是个网兜，可以放一些电脑的一些其他配件，例如鼠标、电源。第三层还有一个独特的特点，就是拉链头上有个锁孔，这个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一个配件，密码锁，锁上可以提高电脑的安全性。侧面有侧扣，是用世界顶级品牌 Nifco 扣具，声音非常清脆。底下是个网兜，非常宽，非常深，可以用来放置水壶或者一些其他的常用到的一些小物品。正面也是一样。网兜非常深，非常宽。背面是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，非常透气，背部还有海绵，在肩带部位也有，使大家使用这款电脑包的时候可以减少负重。背部还有一些胸扣，还有腰扣的特殊设计，可以使大家使用的时候减少电脑包的晃动。现在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在这个胸扣的位置有个可以上下调节的一个调节带，这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材可以进行调节。腰扣，不会晃动。以上是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9323瑞士军刀多功能电脑包，本店所销售的电脑包均是原装正品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